成日都話要了解多啲自己，咁所以坊間咧就有好多性格測驗同埋心理測驗啊。而時下最興嘅就不外乎係十六型人格 MBTI， 所以今集嘅大學關鍵詞，我哋就會同你一齊了解一下你究竟係乜嘢人格呢？你是 I 型人定是 E 型人啊？都覺得自己是屬於 extrovert 啲嘅，即係都外向嘅。我都唔係話太怕醜嘅樣子。嗰啲比較靜啲咯。我係內向咯，就係知自己係外向咯，想認識多啲人咯，識多啲 friend 咯，即係唔怕醜會夠膽講嘢咯，通常。E 人應該係可能比較 talkative 一啲啩，即係可能喺一即係新嚟到一個地方嗰個比較最先開口講嘢咯。一定是 E 型的啦，呢個就會想開始講嘢先，會想識人，一定會不是話等人 approach 咯。今次的關鍵詞是 I 仔、E 仔。嗱，一間 U 裏面咧，大大話話都有成千上萬個同學啦。咁你識緊啲新朋友嘅時候咧，而家就好流行用 MBTI 呢個方法去辨別對方係咩性格喎。咁我又想問今日嘅嘉賓們係唔係咁樣嘅咧？不如你哋介紹下自己先啦。我係 Moody， 讀 BU 嘅，讀電影系。Hello， 我係 Melanie， 咁我就讀 BU 嘅 acting。Hello， 我係 Lambert， 讀香港教育大學中文教育。咁 MBTI 就四隻英文字母啦。咁頭一個英文字母咧就係、是。I 或者 E 啦，咁 I 人就係一個比較內向嘅人啦，中意 me time， 中意獨處啦。咁 E 人咧就係、是、比較係啦，就是、我哋啦，比較外向啲嘅人。咁你哋係外向定係內向嘅人呢？我是 I 的，而家就會偏向一半一半，但我以前是試過 90% I 咯，即係你俾我自己一個啦，我不出去啦，我不跟其他人玩啦。但係而家就開始 E 翻少少咯，比之前，但係嗰個比例都是 I 多過 E 咯。我而家就是一個 E 人嚟嘅，小鳥 E 人。O、okay, K， 我都估到會係咁樣嘅。我以前就係一個 I 人嚟嘅，我其實我係前幾日先至即係再 check 過咁樣嘅，咁就變咗做 E 啦。即係你 E 咗幾日？ E 咗幾日？新鮮滾熱辣嘅 E 咁樣。我係 E 嚟嘅。你都係 E 人。E 人，但係我係週期性心情嘅，即係我係有時係完全係唔想見人嘅，但係咧有時候就會好高漲咁樣咯個情緒，我都覺得自己有少少 I。I 其實可能都是在中間嗰度遊走咯，即係可能即係睇心情，係啦，心情好就 E， 心情唔好就 I。即係譬如 I 人見到朋友咧，就係將自己嘅能量分俾啲朋友，咁所以每日交往完咧就會好冇電啦，跟住就要翻屋企插電，係啦，要多啲 me time 嚟充電。咁但係E 人咧就係、是、同朋友仔傾偈啊，或者同朋友仔 hang out 咧就會得到能量，咁所以經過咗成日之後翻屋企咧就充滿電咁樣啦。咁但係你哋自己如果譬如做 group project 咁樣啦，你哋會中意傾向同啲同自己一樣都係比較內向嘅，定係同自己相反嘅同學做 group mate 咧？全部陌生人咧，我會想反而想去有興趣接觸啊，即係想知佢哋，咦你究竟係有啲咩？搞笑的嘢或者有啲咩嘢咁，有啲咩火花？我哋如果我哋一齊做啊，有啲咩火花？咁當然啦，咁都唔好太過騎。即係如果係你接觸完人之後，你覺得哇，佢令到你好討厭嘅咁樣，咁其實都我覺得都冇所謂咯。即係你重要就接觸過，你知道佢一個點嘅人先，你唔好去諗哦，佢一定同佢一齊相處，一定 oh my god， 一定好難搞咁樣。我覺得其實有陣時好難話，即係例如我入去一班新嘅班，全班都係新嘅同學，因為我唔知道。對方是 E 定 I， 很難話第一眼就看到咁樣。你會唔會問㗎？我又冇問佢 E 定 I 喎，即係嗱，佢坐我隔離嘅，例如咁，我同佢傾得好，傾得埋嘅時候咧，咁到分 group project 我就問，不如我哋一組啦咁樣。有啲人就真係落咗堂會捉住啲新嘅同學，你讀咩科？你叫咩名？咁樣咯，跟住我就會好驚啊！有啲受寵若驚嘅感覺。咁你哋有冇覺得咧喺間 U 裏面咧會見到邊啲科目嘅人係比較多 E 人？或者邊啲會比較多 I 嘅？其實電影咧，我嗰科電影啊嘛，因為佢又係有分讀電影 chat、編劇 chat、機燈 chat 同埋後製 chat 嘅，同埋 acting chat 啦。咁我係 acting 嘅 ，acting 咁顧名思義係好 E 噶啦。其實嗰四個 chat 嗰啲人咧，全部好多都係 I 噶咯，好少同人接觸。但係當你一聊起佢，問起佢一啲佢感興趣嘅嘢嗰陣時，佢啪啪啪好似瀑布咁爆出嚟。我覺得 I 人都係有咁樣嘅特質啦，即係你要啱啱掂中佢嗰個 point 係啦，咁佢就會好願意同你分享好多佢自己領域裡面嘅嘢。
咁成堆 I 人一齊做 group project， 大概係點？佢哋好勁喎！佢哋一坐埋同一台咧，知道大家係有共鳴啊！比起我哋有 E 人嘅一個 group 咧，更加之 high energy。係、嗯、因為佢哋揾到共同語言啊嘛。即係 I 人同翻 I 人一齊咧，又可能會傾得好好嘅，即係傾得好夾。I 人係喺 E 人面前 I 嘅啫。咁你係 I 人嚟噶嘛？咁但係 acting 好似係一個好 E 嘅科啦。咁你喺呢堆 E 人入邊，你點樣生存嘅咧？因為 acting 呢樣嘢咧，其實我係五六歲嘅時候已經開始做緊嘅事情。咁我覺得，因為細個就冇 MBTI， 但我覺得我細個其實應該係一個 E 人嚟嘅。我可能成長過程中就慢慢由 E 轉 I， 咁到而家繼續 I 落去啦。咁但係我覺得呢樣嘢都係我中意做嘅嘢咧，咁我就唔 care 我自己係 E 定 I 咯，我中意我就去做。咁、但係都有啲困難嘅位置，就係同人相處嘅時候，第一眼見面我就會，哎呀，唔知佢會點諗我咧？哎呀，我應唔應該打招呼先咧？咁我就會喺嗰啲位置就會好 struggle 咯。但係當我一對住鏡頭嘅時候咧，我覺得我係一個 E 嘅人嚟嘅，我喺鏡頭背後先係一個 I 咯，即係我會分得好清楚呢兩樣嘢。最近啲 social media 都好興有個 tag 噶嘛，即係話自己係乜乜乜乜咁樣。咁你哋有冇噶？我前排有，跟住而家就 delete 咗。點解？我覺得如果人哋想了解我嘅，唔應該由 MBTI 去了解我咯。默認咗嘅定義喺度啊。咁就算我係一個 I 乜乜乜乜，咁都唔代表我真係有啲位係有啲人會認為嗰啲就係一啲好固執嘅人，好唔聽你講嘢咁樣嗰啲，我就唔中意咯。即係你要認識我，你就真係嚟認識我，就唔好用一個 tag， 純粹因為佢標籤咗自己個人。其實咧，我哋因為不同的遭遇啊，或者是身邊不同的朋友影響啊，或者家庭因素，其實都可以產生不同的人格出嚟嘅。其實我哋都好想體驗一下其他人格會係點樣。的確係咁，不如就派特派專員出嚟體驗一下不同的人格啦。MBTI 十六型人格裡面咧，頭一個字母 I 或者 E 咧，就係代表緊外向型嘅人或者係內向型嘅人啦。咁究竟我哋可唔可以憑肉眼就分辨到一個人係屬於 I 型人啦，定係 E 型人呢？咁我就問下我嘅兩位同學仔 partner 先啦。我想問下你哋咧，對於 I 型人或者 E 型人有啲咩既定嘅印象啦？就係佢哋一定會做嘅，或者一眼就睇得出嘅。我咧就覺得 I 型人格嘅人咧，一定係會中意翹住手行路，好似要保護自己生人勿近咁樣。我覺得 E 型人咧應該著衫會比較 colourful 啲，好似我咁。即係你係啦，冇錯。我聽講過對腳咧都會睇得出嗰個人嗰個人格嘅。如果我同你講嘢嘅時候係向住你嘅話，即係我好願意接收你俾我嘅資訊，所以應該都係 E 型人會做嘅嘢。究竟我哋估嘅方向啱唔啱咧？其實都唔知道。不過我哋再繼續觀察一下先。一定有 I 啦，佢咁焦慮喎，喺度黐住嗰度行喎。佢喺度望緊周圍啲嘢喎，對身邊環境都好好奇喎。我覺得係 E 咯。我覺得係焦慮咯。佢係 E 嚟嘅呢個。嗰一個我覺得似係 I 人多啲喎。我都有啲覺得佢有啲似 I 嘅。嗯，我喺自己世界裏面咁。係啦，孭住個背囊，耷低頭睇手機咁樣，係啦，自我嗰個世界啊，唔理身邊周遭嘅事物，一定係 E。一定係 E 啊！佢冇可能穿住啲咁 sharp 嘅顏色，冇可能唔係 E 人嚟啊！我覺得 I 人咧，屋企嘅衣櫃係唔會有啲咁鮮豔顏色嘅衫。呢個仲要係過分地鮮豔，所以就係特別 E 啊，係啊。E， 嗰個我覺得係一個 I 人嚟嘅。我覺得可能係 E 喎。嚇！佢就咁孭住背囊嘅睇手機，仲要個腳步咧係行得好穩嘅。我覺得佢望手機又會望下前面咁樣，即係其實都算係嘗試同呢個世界 connect， 又同世界又同呢個電話入面嘅人 connect 喎。但我覺得佢好少望佢自己周遭嘅事物咯，淨係沉醉於部手機裡面。我覺得佢係 E，I 多啲喎。咁呢個咧？呢個姐姐咧？呢個我覺得好難分喎，我都覺得有啲難分，佢太輕鬆啦，走得。係啊，見到佢步伐輕盈咁樣咧，我覺得應該係啱啱放工咁樣咯。所以我哋係今次分辨唔到，睇唔到，要再觀察多啲先。嗯，分唔到。點啊？啱啱睇完咁多個例子之後，覺得你哋估嘅嘢啱唔啱咧？都好似唔係好準咁咯。係啊，好失敗，分辨唔到咯，好似都。我都估錯曬啊！所以個結論就係原來我哋係唔可以以貌取人㗎，即係憑肉眼咧係分辨唔到佢係咩型人格，應該點樣呢？就係溝通啦。冇錯啦。
自己喜意跟 I 型定是 E 型的人相處呢？其實我覺得冇乜所謂，總之我主要都係睇佢想唔想一起玩咁樣。內向噶，因為外向啲人太熱情，唔係好識得同佢哋講嘢咯嗰啲。係中意外向多啲咯，因為我係一個比較唔好嘲豬嘅人咯，即係同佢哋有啲諗法嗰啲。一齊相處可能會好啲，我喜歡跟外向人相處，即是可能出街會沒那麼尷尬，多些話說。 I 人比較多的，不知道呢，因為可能覺得 I 人比較好玩吧。應該都是多 E 人的， I 人都有的，不過是很個別的咯。如果真的為一 group 的話，應該一 group 人都是會 E 型的，一起的都會。跟著的關鍵詞是 MBTI。咁除咗內向定係外向，聽講話呢排都好興 MBTI 喎。係啊，好似係本身韓國嗰邊開始興起嘅，跟住就慢慢帶落去成個亞洲啦，甚至乎全個世界啲年輕人咧特別中意嘅，即係我哋呢啲。係啊，咁你哋嘅 MBTI 係啲咩啊？我就係 ENTJ， 指揮官。我都係啊，即係 leadership 多啲啦。就會即係喺個 group 裏面咧，會係一個好帶動嘅角色，會推動嗰樣嘢係向前進行嘅咯，同埋可能會對人就有啲要求咁樣咯。同埋 ENTJ 係極度重視時間觀念，同埋個有冇規劃嘅人類。T 人咧就好隨心嘅，但係 ENTJ 咧就係會朝早八點至十點食早餐，十點至十一點影相，即係每一個時段所有嘢咧都喺自己掌控範圍裏面。Yes， 我係 INFJ。好像話呢個世界很少人是 INFJ， 我身邊都有一兩個都是 INFJ 的人，他們都是有一種自己很想得到的夢想。即我有一個朋友是讀醫科的，都是 INFJ， 他也是很有做一個幫到救濟這個人群的抱負，他真的有這種我也很同意你們剛才所說的 J， 因為我也是一個偏行程偏得很足的一個人，我是連行路要行幾耐都要計埋步。哇，就會寫埋喺嗰個 schedule 入面。MBTI 對你哋將來如果要投身社會啦，你自己覺得會唔會有啲乜嘢影響咧？而家啲新嘅公司咧，係會你入職之後咧，就會有啲課程俾你更加了解自己咯。嗯，但佢就做嗰啲更加詳盡嘅 MBTI test。但係唔會話如果你係 I 人就唔請你啊咁樣，即刻搬。應該就唔會嘅，淨係收 E 人咁樣。都唔會嘅，即係你哋嘅 MBTI 會唔會影響你哋將來揾工嘅取向咧？會，因為我是讀中文教育的嘛，其實我們基本上出來都是做老師的，你要對很多不同的人，很多學生、家長、其他同事那些呢，所以我們是 E 的人的時候就好像會容易一點咯，因為 E 人是不怕跟別人聊天講話，不怕去表達自己一些的想法咯，我覺得這件事其實很重要咯，對老師來說。如果普遍嚟講，如果真係一個好 I 好 I 嘅人咧，就可能會有啲吃力嘅。但我覺得我自己嘅好處就係我識好似一個掣咁，我識調節到 on and off。係啦，咁我就 OK 嘅，我覺得自己就算係呢個 MBTI。創作者、idol、演員好多都係 I 人嚟嘅，其實我又覺得唔係真係咁大影響。咁當然 E 人咧，可能真係本身比較嗰、那個肺會哈哈咁樣，係啦，再好好啲。我覺得因為我哋做演員啊，做呢啲戲劇都係對觀眾噶嘛，都好關自己係咪 E 或者 I 事。如果你 I 嘅話咧，你個世界只不過係對住自己咯，你唔可以抱一出嚟俾其他人知道你嘅想法咁樣。咁所以係啊 ，E 嘅話會比較有優勢啲對戲劇啊，對教育啊。因為有些事情真的實在沒辦法是一個人做的，是啊，很多工作一定是要跟別人合作，一定要對人，除非你那份工作全部對著文件電腦，自己在一個office裡。但是很好的，我認識有個監製，他就是幫一個明星去做management 的，然後很搞笑，他們那個chemistry 就好像一個角色就是喜歡不停拋啲橋出嚟嘅，天馬行空嘅，但佢完全冇planning， 完全冇唔跟你句做嘢，啪啪啪拋咗出嚟，跟住咧佢助手 assist 咧，咁就係一個 I 人嚟嘅，咁就負責收曬佢啲 idea， 跟住就負責 execute 啦。咁所以係哇，我聽到呢個其實係一唱一和咁樣咯，係未必係真係所有 E 人全部一 group 係有優勢。我都係咁樣 work 嘅，即係我個 friend 咧都係
同我相反，咁所以都係我諗完一大堆嘢，跟住佢就喺度抽絲剝繭，我哋可以點做點做點做，然後真係一齊 work 得幾好咁樣。有冇邊一個人格嘅特質係你哋特別欣賞或者想學習噶？我想學習 ESFJ， 咁撩楞嘅。我其實好欣賞啲 E 人係真係可以周街識新朋友，我啲朋友真係 E 嘅朋友，真係會無啦啦見到個陌生人會走埋去同佢傾偈，跟住同佢做朋友嗰啲。跟住我就話：你唔好啦，好尷尬，你唔好啦，好奇怪啊！你講乜？跟住佢話：唔奇怪，我哋識新朋友。跟住我就拉住佢，係咁樣。但其實我好欣賞佢咁勇敢咯，呢個行為。N 係比較直覺嘅，咁 S 就係有邏輯啲嘅。我覺得有啲時候你個人咧，憑住你嘅直覺去睇嗰件事咧，未必係事實嘅全部咯。但係如果係 S 嘅人咧，佢就會分析正面負面啊，即係啲嘢都會諗得好仔細咯，呢種人。咁 FJ 就係即係我都係自己本身都呢樣嘢啦，就係比較有情感啲嘅，同埋 planning。咁我都好欣賞自己呢兩樣嘢。好好啊，係好全面啊。我其實咧嗱，我好欣賞自己 E、N 同埋 J 嘅。咁中間嗰個我本身係T 啊嘛，就比較理性邏輯啲嘅。咁但係其實我成日都俾啲 friend 話咧，即係有陣時太過理性啊。我明啊。你明唔明啊？即係有陣時例如有 friend 有唔開心嘅嘢同你講啦，咁我就會不停同佢分析點點點，你其實啲嘢都做得唔啱係啦。你可以點點點，俾個 solution 佢。係啊，即係我會俾好多。即係好 factual、好客觀嘅嘢佢啦，但其實佢唔想聽。但其實佢係唔想聽嘅，佢就係想要你安慰佢，即係比較情感上高，所以其實要變翻做 F 咯 ，feeling 咯，因為你太理性咧，其實啲説話可能好直咧，係就好，其實都會係傷到啲人。想有遠見多啲咯，個自己的人格，因為好多時候自己呢個咁即興嘅，或者係咁講 feeling 嘅一個人格咧。通常都會忽視咗，即係會enjoy 當下嘅嘢，但不過忽視咗好遠見嘅一啲 picture 咁樣，咁所以就會淨係 focus 喺依家咁樣，唔知道大圍發生咩事咁樣咯。我哋啱啱就討論咗咁多啦，就不如派特派朱元出去體驗一下究竟相反性格嘅人生係點嘅咧？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人格，不同的人格又會影響他做事的取態、目的、動機等等。那我們怎樣可以了解自己多一點和了解對方多一點呢？其實上戲劇班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來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們請了一個星級的戲劇老師阿耶老師上來。 Hello 我們的兩位同學仔就是思雅和 Lambert。 那戲劇的情景是會是假的，但是戲劇我哋嘅感受、我哋嘅交流係要係真嘅，咁所以今日我會同大家玩一個交流嘅練習嘅。咁首先我要分配兩份個劇本俾你哋先啦。咁即係畢咗業兩年之後，女仔想 settle down 啦，想結婚啦。咁但係男仔覺得自己嘅經濟啊或者年紀都未 ready， 咁所以就漸漸咁樣行開啦。即係我哋出咗一啲 action 咧，我係要有期望嘅。我關心了你，我期望你 receive 到我的關心咯。咁先係一個完整的交流，會做曬成場戲嘅。咁做完之後咧，我哋觀眾就會睇到咧，依兩位仁兄啊，佢哋喺心入邊其實嘅諗嘅嘢、思想可能會唔同，接收到嘅嘢可能會唔同，選擇嘅 action 都可能會唔同啦。我觀察到佢應該係大咗肚懷孕嘅時候。你嘅感受係有啲錯愕，有啲突然。你的 action 是問他是仔定女，其實都想知道是不是仔，因為他一直都想說要有一個仔，期望他可以告訴我知道是仔定女。女仔觀察到的是觀察到他好奇的不是我先。你的感受是憤怒。你的 action 是很想他後悔地惡地去表達是仔，期望他後悔。看到很大分別的是，女仔很知道自己要什麼，她不會覺得她可能是什麼，她已經是一個定斷來的。她觀察這個男仔的時候，她已經覺得個男仔是這樣就是這樣的，你聽到她的語氣是很 confirm， 她很大膽 express 自己我現在很生氣。男仔呢是比較溫和一點的，她觀察的東西呢都不是一個定斷，他可能都會覺得他可能是有啲嬲啦，佢好像是不開心，即係佢喺觀察接收的時候已經跟女仔有不同啦。
即係應該男仔係內向啲嘅人嚟嘅，我觀察到。頭先阿英老師有講到話，會唔會喺佢隻眼度望到自己咧？咁呢樣嘢係有的，我有少少即係 overwhelming 咁樣嘅，發現原來即係同一個人相處啊等等，其實係困難咯，有好多嘢要諗。但係我哋平時就係冇諗到咯。令我驚訝嘅係，可能同 Yan 老師所講完，我係會定斷咗呢個人係一定係對我有唔好嘅情緒，係負面嘅情緒。令到我可以反思到呢樣嘢，就係唔好諗到人哋係一定唔喜歡我先咁樣咯。戲劇嘅時候會有一個作用啦，就係會有一個第三隻眼，上帝視角。去睇翻審視翻我個角色發生什麼事，對方發生什麼事。如果做人，我哋平時日常生活都可以有依個上帝視角，睇下自己發生什麼事。咁好多情緒其實你係駕馭到嘅。通過理解同理心增加多啲，其實就可以避免好多嘅衝突啦，同埋誤會同埋摩擦嘅。冇錯。嗯，多謝英老師。客氣客氣客氣，歡迎歡迎歡迎。各位，請你哋咧揀一個人格，然後向住鏡頭講你想同呢個人格講嘅一句説話。我想同I 人講嘅，咁咧即係有陣時咧就唔好太過將自己一啲嘅唔開心嘅嘢啊，或者太過內心嘅嘢咧成日收埋，都可以咧多啲同人哋分享，多啲主動咧去表達一下自己嘅，因為始終人冇辦法即係心靈感應嘅。所以可以多啲願意嘗試分享多啲咯。我想同啲 T 人講，就係希望大家俾翻啲同理心。雖然我都知道大家係比較睇事比較客觀啦，同埋比較理性啦，但好多時候當你嘅朋友同你講佢唔開心嘅時候，其實都係想聽你一句安慰嘅説話，而唔係想聽你講大道理。所以下次係啦，俾啲愛你嘅朋友啦。我想同啲 E 人講嘅。就是因為我以前就會覺得哦，佢哋好好唔入群或者傾唔到偈咁樣，但我覺得 E 人應該要更加之有耐性去接受 I 人嘅內心世界，最緊要就是有理解有溝通咯。好，咁今日咧就非常之感謝各位同學上嚟分享，我哋下集大學關鍵詞再見啦，拜拜。记得 subscribe 呢个 YouTube channel， 更多 Feel TV 嘅足本节目将会定时上架，揿埋个铃铃，一有新片即刻通知你。